就是我们一起唱校园的时候，你比较喜欢看天星，不看我而已。很平常。什么很平常？在讲什么？你先处理一下你跟黄国伦的事情。团长，你讲讲看，为什么黄国伦后来跟小梁之间有这么大的冲突？说出来。前戏不是真的。不是，行听男孩是由赵正平、梁鹤群、林志贤组成。最初团名是因为四位男艺人在国光帮帮忙中身穿黑衣，很像殡仪馆工作人员，开玩笑取来的。请问，最后没有加入仅行听男孩的是谁？好，一二三，亮灯。黄国伦，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哦，当时是因为我们刚好上同一集节目，然后我们的四个人很凑巧都穿深色的衣，黑色的衣服，哦，皮衣的啦，黑西装的啦，那然后就说我们可以组成一个团体，那我就随口讲，那这样还蛮像警情听男孩的，哦，主要是因为黄国伦他本身音乐人呢是不缺的，对，是真的，对啊，我们后来也没有要他加入，也不是他的不屑了，因为互相。是那一团的团长，好，团长有资格讲话。那团长，你讲讲看，为什么黄国伦后来跟小梁之间有这么大的冲突？说出来，前戏不是真的，不是，我觉得就像刚刚宪哥讲的，说出来，音乐人啊跟综艺人真的不一样，所以他们两个不在同一个平行线，所以难免会有一些想法有出入。宪哥可是很奇怪，有时候就是主持搭档越不合，收视率越好，真的吗？真的。很多组合都是这样。那我们三个是貌合神离。我们没有。那宇文有跟艺能界谁不合过吗？哎呦，现在没有，因为到中年了，大家都是好朋友。过去以前的，以前曾经还好，就是我们一起唱校园的时候，你比较喜欢看天星，不看我而已。那是一定的。我记得你在意什么呢？很平常。什么很平常？在讲什么？是对，你一定要平常心。平常心，我才想跟李毅讲，你要平常心。什么？我跟露露讲，你要平常心。我是平常心。不，好，我们今天三个都是平常心，你会不会录起来不开心？不会，这三位都是一辈子的兄弟。挺扁的。不会啦，那我穿三分。人家还拍内衣广告。我也拍过，开玩笑，真的哦，尊重一点好不好？请小心。我也当过国光女神呢。你有吗？我去过一集。国光号的车长小姐，没有，因为他们那时候找我去当国光女神，我还一直准备绷带妆哦，准备到后来那年是大年初二，他们叫我扮土地公婆，是，结果我是土地公婆，绷带找一下，结果我穿到这里，然后还戴那种阿嬷的百姓帽，阿嬷的帽，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生旦易得，一丑难求，更何况是女丑，对不对？对，露脸机会就更多嘛。